在鬼最宝贵的是水，水呢，我们要实现节省，就是要把水要循环起来。可是呢，比如说洗衣服，如果你用了洗衣粉，用了这种清洗剂，是吧？还有人身上这些掉下来的物质啊，那么这个水被污染以后呢，很难再净化。就基于这样的一个成本的考虑，我们在鬼是不洗衣服的。我们测算和验证过，用一次性的服装系统，就是按定期更换废气，比用水来洗的成本要低得多。所以说是一次性服装系统，最经常更换的内衣，然后我们次经常更换的像这个运动衫、袜子，还有一些比较保持长时间的，几穿1个月以上的那种礼服、工作服等等，都是按点更换、按需更换。我们带的服装呢是这样的一个组。